11月8日，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立冬，这是冬天的第一个节气。立冬意味着生气开始闭蓄，万物进入休养收藏状态，漫长的冬季即将到来。从那个1980到2010年这30年的平均气温来看，立冬这个节气是四立当中唯一的，就是进入冬季的时间和立冬这个时间是吻合的，它的气候意义和这个节气意义是合拍的。立冬这个节气啊，其实它是降雨减少，又是属于雨雾霜雪比较突出的一个时候，气温明显降低啊。黄河以及以北地区呢，大部分就入冬了，可能像江南地区啊，这个呢还是可能还相对来说还没有，就是还是属于深秋。立冬与立春、立夏、立秋合称四立，在古时是相当重要的节气，皇家会举行祭祀仪式迎接冬神，民间也会有围炉暖酒、冬泳等消遣娱乐活动。他其实唐代呢就有诗人写到哈、李白就也写到过冬季喝酒的情况，但是呢在宋代就围炉暖酒的这种状况就比较实行了。武林旧事啊就记载，十月孟冬，当日加围炉家宴，然后立冬日暖酒，那就是拿炭烧火然后取暖，同时呢宴饮喝酒，而且是提到立冬节气，立冬暖酒。冬泳呢，它其实呢咱们古人很早就有记载，因为立冬它表示从冬季正式开始了，我这个时候开始的游泳算冬泳。它其实皮肤呢经过这个凉水的刺激，然后阳光雨和空气雨这几个呢对身体特别有好处，所以呢其实北方一些地区确实越是寒冷的地区呢越有这样的一个爱好。民间有立冬补冬、补嘴空之说，也就是立冬进补，自古传承至今。立冬的饮食习俗之所以多呢，就是因为这个时候它那个食材丰富，各种东西呢都收进来了。首先呢日冬日吃饺子，有交子之意，就是因为交替嘛，即季节交替，它就是北方的一些地方呢吃羊肉汤，它对人呢这个有滋补作用。羊肉汤里头含那个脂肪和那个蛋白质很丰富，起到驱寒温阳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呢手脚就会暖和起来啊，一下子呢比较受欢迎。南京地区它那个相对更潮湿一些，立冬吃大葱，就是腿脚就走路都带风，吃了大葱以后，这种辛辣有点驱寒的效果，所以呢，你没有老寒腿就不犯了，所以走路就带风了。专家提示，立冬时节气温骤降，要注意防寒保暖，多晒太阳，预防心脑血管疾病。